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好久没有拍爱车大奶照的开头了，今天这台上次去嘉义买回来的原厂手牌进口的 Saviro， 我们终于把它挖出来了。因为我看一看这一台车况原本就不错，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爱车大奶照。首先呢，全车烤漆是一定要的，再来这个下巴拆掉，所有车子的贴纸全部都要拆掉。哎，吕炫，你觉得要不要换？对啊，真假的？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干啊？每台都你喜欢，卖了你会哭吗？你不会哭嘛？我有个想法是把这边都遮起来，中间喷不同色，比如说铁灰色，留外面这一墩。可是这一墩都有受伤。我先看一下它四个墩好不好看，它的外圈应该都还可以。对啊，外圈都还可以啊。内装的部分呢，门板比较差，所以门板可能皮革要重弄。我看还有什么啊？这个要拿掉，旁边这个镀铬我觉得可能要拿掉，因为VIP 四样亮亮的是不错，可是它这个有一点翘起来啊、哦、啊，这个灯泡，另外这种斑驳啊，另外这个都要拿掉，腰修啊，哇，这种谁谁呢？隔热纸全车都要拆掉，门把不知道有没有料哎、欸，没有料我们就烤同色好不好？哦，这个像沙发的皮呢，那时候最著称的就是这个像沙发的皮，它 Q Gain， 很多人说哎、欸，你这个皮都皱掉，不是哦，它原本的 Q Gain 那张。其实我觉得这台花比较多钱，除了外表的烤漆以外啊，有可能是它漏油跟它的那个变速箱可能要花比较多钱，底盘也有声音，所以这台呢，我们赶快速速的把它处理好，雨刷臂也要做，把啊这台要换掉，网络找一个，搞不好有镀铬的，要就都 VIP， 要嘛就是像我说的，手把都烤掉，然后都不要，都拆掉的比较亮，我觉得是速速的比较好，因为比较省钱嘛。你镀铬你要买到东西回来贴呢、欸，我跟你讲 ，Saviro 的东西贴的东西真的很多，它连那个后照镜都有那个电镀的壳，你知道吗？就是几乎你想得到的那个镀铬的东西饰品，它都有。以前很多人在改 VIP 是一样，我是偏向烤成这样素素的，轮圈大大的就很舒服了。好，拍。手牌的啦，非常少的车，1997的，跟我同年，这样子符合你啊，买回去吧，买回去，这样子买不完哎、欸，上次 CRV 也是跟我同年，所以这个手牌的车子啊，它跟自牌有就是要注意的地方不一样。我的感觉啦，就是以我们这样多年下来的经验，手牌车尽量就是自己开，不要借人家开，因为每个人的操作习惯都不一样。手牌车有的人习惯会去把它含 clutch， 或是说他并不熟悉手牌车的操作的话，离合器很快就磨光了啊。所以正常的那个离合器片，如果我们自己这样开的话，它的寿命大概可以开多少？哦，有时候很难讲哎、欸，十几二十万都有可能。你如果说都是自己开，然后不要去含 clutch， 或是不要做激烈的超价的话、哦欸，其实手牌的车子是很耐用的。哦，我记得那种有那种影片开到100万公里，好像都是手牌开出来的。对对对，自牌车很难哦，很难开到这种程度啦，而且手牌的相对它在维修上面、哦、便宜，你换一组自排变速箱跟换一组那个手排离合器的话，那个价差是蛮大的。然后因为手排可能机械结构比较简单、哦，对对对对对，相对来讲是简单啦，然后它维修也相对来讲是便宜啦。这个避震器好像坏掉，对我这样子，我光做这样子，我觉得它好像有在弹跳。对、啊，而且声音还蛮大，有没有哈？有，一口口，一口口的声音。这待会可能要把避震器把它换掉。这台是链条式的皮带吗？对，这一台是算是正时链条的，跟一般我们的
常看到的那种皮带的话，正时链条的话，跟皮带的比较起来来讲，它是比较耐用。可能你皮带式的，可能6万到10万，可能要换一次正时链条的。你如果油勤换油啊，然后不要去二超它，可能用个20-30万都不是问题。哇，链条是维修是不便宜，可是它耐用度够啊，等于说它相对里程低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去维修到这个正时链条的部分啊。可是现在的车有的像 BMW 的车有的正时链条10万就已经会拉长或是磨损哦，不太一定。那它有什么缺点吗？链条式的，就是真正的要拆气缸船的时候，它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传动轴也还可以，没有什么异音这样子。其实这台车开起来这样子，感觉上蛮顺畅的。哎，离合器片要换吗？离合器片这个这样子我采放起来应该还不用换。如果要换是会怎样？打档的时候很难切进档，或是说。你打档的时候，转速很高，可是车子不太动，那时候就一定要换。这个是离合器片，这个是压板。在做动的时候，就是这边有一个轴给你去压它，它就会结合跟释放这样子。它这个照理来讲会有好几片吗？这一片而已啊。它那个档位是怎么换算？这个离合器片压板就是把那个引擎的输出切换，就是切掉跟接合，切掉接合。那个档位是跟这个是？档位就是变速箱里面。是变速箱里面。档位。不一样。不一样。对，汽油压力调整器。水管也有。水管有改过，那进气软管都改过了，改装好的。哦，这台赚到了是吧？赚到了几点贴纸啊？他强烈要叫他们报废，所以要给你们3张。哎，你不是说赚到，怎么会报废？这台车况真的还不错，都蛮干的，没有车漏油的现象。所以老板，我们要用抽的这颗变速箱的，它是只有加油孔，没有泄油孔，所以我们把它拔开，用抽起来的就可以了。这是刚刚漏下来的，漏下来的，不会说很脏，可是泡沫很多，就是可能很久。车工的 JK Racing 哎，
现在发现右前的三脚架坏掉了，还有左前的和尚头坏掉。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风纪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啊！今天要干嘛？这个啊，仪表板彩色诶，想想希望啦，看有我想看到总更加吓来那种，不会吓到。所以我们今天要怎样？把它改回来，改回那种暖色的灯了、喔。诶、欸，拆这个很恐怖嘞，我觉得会断掉诶。久了嘛，老车了。通常我们拆这个要先怎样？螺丝啊，依旧收回去。你看这断了，你看不是我拆断的哦、喔。耶、yeah. ，这样才可以起来啊！超级难拔了嘞，现在应该不太想跟你拔这个，断掉是算谁的？那就是也好，再拆。这个灯泡的规格有分很多种，以前的灯泡应该都用卤素的而已，现在的新车都是 LED 就比较麻烦，有些是以前旧式的是用炸弹的，炸弹就比较简单。炸弹型的，这个啊，对 LED 的。它应该是剩这个而已啦，直接全部换掉就好了。这个就不是了，这个比如说引擎灯，对，那些灯号而已。它这个就是给它换成现在比较新的 LED 啊，它这个就是插下去而已啊，这超级简单的。哎、欸、呀、啊，它这个没有正负极，没有灯泡没有正负极，因为它只要电过就通了。阿朗美多，你有没有转紧？应该不至于啊。都不会亮哎、欸，啊，我知道了，这个没装。那个是什么按键？电灯的。哦，有了。啊，这个没装，这样不会亮的哈、哦。第一颗没亮，亮，这个没亮，油表没亮。哦，亮了。都亮了。注意啦，搞定。玻璃浆就掉下去了，哇！可是它轻轻的，这样就上去了。哦，好，下一个怎么办？怎么修？它粘的吗？那个快干嘛点回去。啊，这个有几个方式嘛？有些人会说放了混晒。哦，就类似补土的概念。对，让它有个接着。其实快干，你快干粘，那粘不住，就是多一个东西让它去粘住，它这样就比较不会断了。哇！好了啊，再断了我没办法了，因为这边真的太窄了。有时候这个很厉害哦，拆的时候很好拆，装了之后就装不太回去。好，你说他在哪里？改这个方向头、哦？没有啦，那个这个座啊，原本的啊断掉。那、啊、我们去搭了一个是自排的啦，啊，只是说这边有多一个洞，原本是自排那个什么雪地模式那种，我们想说给它一个新功能，甩尾模式，装个 USB 啦。你有试装了吗？大概有，但是会有一点空隙。
其实固定在中间，其实缝就不会那么看起来那么突兀。想办法用螺丝东西固定，它就不会往下掉了。锁住它就不会动了，对不对？你看，啊、哦、没有，你别浪费手了。也是这样就微妙，可以哦。啊，因为我怕它会跑嘛，我用束带再束一下，把它束紧一点就不会跑。再回到底下了，可是就是因为它洞没有那么的密了，因为它原本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这样啊 ，OK 吧 ？OK， 也、欸、可以耶。那套子嘞？套子有两种，你要哪一种？鸡皮很帅嘞，帅才好啊。好啊，鸡皮啦。哦，鸡皮帅，好，鸡皮帅，鸡皮。所以我们在做折比较多的，你刚才说，因为它这个洞比较小，原本洞比较大，可以撑开。这里就很简单嘛，一正一负啊，接在这里啊，这里就点烟器的、啊。亮灯了，好啦，绿色的，一档，二档，也还好哎、欸，好，不会卡住就好了。耶、yeah, ，芒果耶，耶，大小，来，这台当初只有一百台的原厂首排的，1998年的 Nissan Sefiro， 到现在为止，我看数量应该是减半再减半。来啦，我跟你讲啦，有原厂首排跳出来下面留言啦，我统计一下看有几台啦，自改手的不算哦、喔，我们是在讲原厂首排的哦、喔。这个我们是当初好像是嘉义收的，这车、啊、又缴了两年税金了。整理这台车有什么困难的吗？我觉得困难的点是它有些东西零件非常难找，然后又杀漏也杀不到手牌的东西，像那个排档的仪表、哦、排档座我们就是杀到那个自排的。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就全车烤漆嘛，对不对？我挑的是高亮银的，烤漆师傅说这个是白银的呀，白银色的银啊，不是银啊，你上面的银，东银西剑南荡北色，没错，我的家中央的赛季喇嘛八色，哇咦，这叫白银色的啦，晚上有时候如果少了一些灯光，看起来会像白色。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还是怎样，就是我现在看到这种很白的银色，其实反而有时候觉得蛮典雅、蛮好看的，还蛮适合这台车的气质。再加上它当时用的是这个黄脚灯，那韵味就更出来了。那我们有换掉它的这个水箱护罩嘛，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换回原厂型的啦，因为旧的已经都不亮了嘛。那它当时大灯就有重鱼眼在里面了，所以大灯我们就维持原来的样。其实这台车大部分呢，因为前车主照顾的还不错，所以我们绝大部分都有沿用它原本的设定。我们就是在比如说引擎这边整理啊，我们旅行的烤漆本来都是银的，对不对？但是它也褪色了，那我们就把中间大饼的地方烤成灰色的，外圈呢，好、哦、还是留着，那有种类两片式铝圈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避震器好、哦，那时候开回来也是有异音的，已经老化了。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车工提供了我们这个避震器，其实它的机件还不错，也都是换五油三水而已。底盘的部分有三脚架。剁干呐、啊，哎、欸，其实它这台车车况原本应该就算还不错，很好。它引擎室一打开的时候都是干的，放了两年还干的，然后水管也都强化水管。哎、欸，这我跟你讲，难湿的遇到我就对了，我是专门弄湿的，把地板弄湿啊，讲话喷口水啊，眼睛流泪啊，啊，感动人心啊，激励人心的那种感觉。屁股的部分呢，也是维持这个 A32 的样子，红白的尾灯，好，然后这个之前的电镀饰框也还留着，牌照灯也复原哦，它这两根管子还真粗啊，拳头都可以塞进去了。这个门板我们也都有做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皮啊，我们师傅很厉害，还把它一样用成有一点像皱皱的，有点典雅的感觉。你有时候背的这样撑撑的，看起来太过于现代，哦，有点皱褶，我觉得会有点尊荣感，包括椅子也一样，有点那种打折，看起来其实会有一点质感。好、哦，那椅子原本就不错了，椅子我们就没有做什么修复了。然后排档座把它换掉，跟它的排档皮套破了，好、哦，还有它的手刹车拉杆的皮套，我们也都把它换新的。然后方向盘也重编。哦，对，那科比还有个小巧思，是不是？原本是在按那个 snow 档还是什么档的那个地方，就把它改成一个 USB 的充电孔，哎、欸，还不错呢。这排档。快排拉起来很扎实，这行程很短。来来，让大家听一下，有没有电动椅？欸、没有哎、欸，手排那个年代应该都是给 K 吧。对，哦，
出 V6 的声音。好，然后我们还是维持它的这个核桃木啦。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处理了，因为它已经有一点晒太阳久了，它就有点往上翘。唯一的做法就是放一个三环表在这边把它挡起来。这个就那个了啦，瑕不掩瑜啦。这个该会弹的都还会弹呢，哈。好，回复这种朴素的黄光了。有倒车影像吗？有回复吗？有啊，有啊。哎、欸，有呢。有。不过它的荧幕有点低啦，因为它原厂设计就在这边。那时候其实它不是设计荧幕，那时候这是设计一个主机啊，所以其实对视线来讲看起来是有点低的。一般现在都设计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这样眼睛余光还可以看得到前面，顺便可以看到斜影。但是你现在这样一看，干嘛前面完全都看不到，看不到都没有在看的。而且你看，这是尼桑以前原厂的遥控器。哦，是哦，就是原厂，我以为是外改的。没有，原厂尼桑老尼桑的原厂的遥控器就是这样，解锁是这个，锁门是这个。哎、欸，其实后座很大，一直到现在来讲，这种空间还是干掉一堆的。这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当时这个是阳春减配的，所以它没有天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引擎室好了。引擎室还不错吧，干干的，然后强化水管照你讲的也都换了。哎、欸，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它有装水温监测。水温监测，这边还有个汽油调压阀，调整汽油压力的。以前改车的必改品，也不知道真的有用假的有用，反正就加一个东西，就好像有花钱感。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次的花费，小搞搞嘛，对不对？你以为我又要吓到了？不会了，心理准备做好。你觉得看着旁边用什么嘛？就引擎用用，底盘用用嘛，内装用用，烤漆烤一烤，四人花多少？超过10万。不过我真的觉得这台车有没有绝对是足以可以纳入我们假设我们开一个老这是我的梦想啊，开一个老车的咖啡厅，里面放着一些我们整理好的车子，让大家去那边喝咖啡，对不对？然后粉丝可以来聚一聚，因为这个梦想很难实现啊，因为现在 YT 也不好做，流量也不好，生意也普通，不然就是请大家超级感谢投资一下，我们完成这个小小的梦想，开一个老车的咖啡厅，让老车适得其所，放在那个地方延缓它老化，不用那边吹风淋雨晒太阳，吹风淋雨晒太阳，来证明爱的比人强。大家去喝咖啡的同时，对不对？有机会跟小师见面，又有机会可以看看老车，大家聊聊天，这样我觉得也不错。这是梦想，超级感谢拉满，准备好你的信用卡，安全码要记得输入，才有办法刷，好吧？这就是这一次整个 Sabio 翻新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好，那我们未来还是钱一直烧，我们还是会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来看这些车整理好漂漂亮亮，虽然放在那边都不动，一段时间去发动它一下，帮它洗干净、擦干净，还是要继续维护它。他就觉得放在那边赏心悦目。好了，那今天 Sabio 影片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下次见，拜拜。如果能够在我们这个汐止南港附近能找到一个仓库摆这些车，我们也可以偶尔过去煮咖啡给粉丝喝嘛，收个门票嘛，收个8888合理吧。然后折抵咖啡，折抵咖啡啊，折抵咖啡，8888可以喝多少咖啡啊？林哥你老贼老晒老个鬼啊！你卖他要求啦。我们既然8888，我们门票进来，我们就要给人家相对应的东西，对不对？能量水、开运手环啊，行运玉手，8888买你好运，便宜吧？便宜。你卖他要求啦，以后
等小四开，请大家来捧场。